天晚上看你怎么逃。昨天晚上睡得好香哦。我也是。哎，你放我下来，你干嘛？我还要上班呢。都是要当妈的人了，怎么能穿着高跟鞋走路呢？我送你进去。当妈？什么鬼？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？我是不是在哪见过？看够了吗？哦，你放我下来，不然我报警了。报什么警啊？报警我就行。流氓你！哎，放我下来！流氓！哎，你放我下来！叶叔叔，注意，你们放心，我已经和婉晴说清楚了，我们就按之前说好的做就行。只不过新娘……啊？你们怎么知道我叫什么？你们谁啊？老公，你看他怎么？怀个孕，智商清零了？你才怀孕了，你叫什么？你告诉他，叫爸爸，爸爸。淑渊，你看这孩子真的好好教育教育了。淑渊，叶淑渊，你真敢叫啊你！沈令竹，风木尘。你们先等等，我捋捋。下毒，怀孕，你自己慢慢捋吧。糟了，你听我说，我是夜晚哥。呸，我不是你说的那个夜晚哥，我不认识你。要不是我吓的，我也没怀孕，我更不想嫁给你。这一切不都是你想要的吗？稍等一下，我肯定是在做梦，我肯定是在做梦。还不行，光掐没用啊，得扇脸。是吗？谢谢啊。太轻了也没用。哦，怎么还不醒啊？哎，你也出不去啊？我是不是也演得挺好的？戏精，芝麻开门。芝麻开门。兄弟，就靠你了，夜晚哥，拼了！嗯，小哥，咱们的婚事是不是得安排一下了？救救我！哎呀，我这会儿怀孕，反应有点重，不然你们带我出去透透风，做点心情愉悦的事儿。想去哪儿？带你去。如果我夜观星象9:81:77:49，今夜小行星撞向地球的可能性极大，说不定就是我回家的凌晨吉时。
嗨。啊，拜。风哥哥，我美吗？演技还是一如既往的烂，既然这么离不开我，不如咱们就趁早结婚。是不是很喜欢？你这胸假的吧？为了风势，你干嘛？我就说你是假的吧。搞什么呀，小说网站一点福利都不给啊。这男主是有毒吗？小姐，老爷子来了。老爷子，来，快走。夜晚哥，快上来！你少装这种可怜兮兮的样子。昨天悔婚，今天寻死，还把人推下水里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把我想的也太重了，呸，太恶毒了吧你！我没空搭理你，快快快，上来了，没事，没磕着吧？小姐没事就好。叶晚哥，你每天到底在作什么妖啊？拜托，这里可是我家，你每天往我这儿跑，你自己没家吗你？你每天弄这些幺蛾子，不就是想让我来找你吗？真是不同长相的霸总，有着相似的资历。不行，我、又干嘛去？我话还没说完呢。风尘，你可不要后悔。哎哎你哎哎哎老大老大夜晚哥，你竟然反复刷新我的三观啊。这一下我的脸是丢到太平洋了。噔噔噔，你怎么光着在我屋里啊？还不是拜你所赐。对不起啊，刚才身体不太舒服。那你换完了赶紧出去吧啊。夜晚哥，你这几天有点不对劲。我哪儿不对劲了呀？我们聊聊婚事吧。
算来了你。难道今天是我们风总对叶小姐兑现承诺的时刻了吗？来吧，让我们掌声有请一下好不好？快点快点快点。准备好了。而且大家有所不知，风先生居然愿意舍命救我，你真的好爱我。请问二位是还有一段英雄救美的前史吗？是。是我。但是，但是是个人都会救的。老大，过分是分歧的，分歧的。留得青山在。和在场的各位来宾一起见证叶婉歌小姐和风母尘先生的爱情。结婚？那祝二位新婚快乐，百年好合。拍完了，走吧。去哪儿啊？回你家啊。这是我家。你住在这儿算怎么回事啊？因为广大观众希望我们住在一起。好，既然你主动送上门来，就别怪我有过分的要求。你是不是要签订一个同居契约？第一条，不得与对方发生肢体亲密接触。第二条，不得干涉对方的生活隐私。第三条还用我说吗？你怎么知道的呀？就这么决定了，盖章。哎，这间不错，我就这个不行，这是我老大的。我当然知道是风总的房间，除了风总，谁还能这么有品位吗？那当然了。你别动，这是我刚刚收拾好的。这耳钉也太丑了吧，土鳖！这是袖扣，你连袖扣都不知道，还土鳖？我老大的床你也坐？云逸，把他给我拎出去。这么想和我同床共枕？风尘，我建议你呢，还是好好想清楚。虽然咱们现在是夫妻关系，但你还要仰仗我们家。如果让我爸爸知道我在这住的是客房，他会怎么想呢？怎么是你啊？宁元呢？他住楼下，我住里屋。除了你和张马，其他人不许上二楼。那谢谢你了，你家规矩还真多，上个二楼怎么？这里是我的私人空间，叶婉歌，你不要得寸进尺。好，好，好，寄人篱下，我低头。我再警告你一次。这是我家，
别逞强。那我也再提醒你一次，记得我们的契约，还有我爸爸。嗯，行李自己收拾。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，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，哈，太香了吧！这个锅是用来煲汤的，你居然用它煮面。那我收拾收拾不就行了吗？小气。这个刀，你用它来切葱。哎，你别说，这个刀切葱很顺手，我做泡面那可是一绝。我去睡了，以后不要再下厨。差生文具多，不做饭还那么多讲究。这也太香了吧。你能不能换个锅给我煮一碗？哦，我煮面是给你吃的吗？那你煮面给谁吃？当然是我自己吃啊。多做一份吧。哎，以后不准随便进我屋。补充协议，你给我煮的面呢？没你的份儿。你这个协议简直离谱，床位费每天5000，伙食费每天650，正餐以外按时价收费。且不说你这一点娱乐设施都没有，出小区要3公里，到最近的超市要5公里，你怎么好意思要那么多钱？我已经……我什么我？再说，明明当初签结婚协议的时候是你情我愿的事情，现在你过来反宰我一刀。你那些破厨具我是不太懂，但民宿价格我可是一清二楚的。你这样，我到消协告你，你信不信？自己也觉得哑口无言吧。淋浴、浴缸按次收费，哎，哪个民宿这么干啊？马桶你还包月？怎么，你是替我着想，上大号还省钱？这是我家，那就要听你的。对，那我是你老婆呀，打个折嘛，6折。好啊，99折。我呸，你是财迷吗？你还有没有一点暖男男二号的样子？你又在说什么？如果你不想住这儿，没人强迫你，你可以立刻搬走。搬回去的话，岂不是会影响婉晴的感情线？看来得稳住这个男二才行。那我就再忍忍嘛，反正我家也有的是钱，明天我就给你转账啊。要不我煮面给你吃？不用。燕文哥，你怎么这么不自爱啊？要是我晚来一步，你就危险了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好吗？别说谎了。我干嘛要说谎？而且，那个男生他好像也没有对我做什么。他就把我认成那个叫什么咩。哎，就那个偶像。那你说怎么办？这件事情如果要被传出去，对你对我来说都是一件麻烦事儿。啊，
你凶我干什么？我们现在的重点不是应该在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吗？不对，这酒有问题。别闹腾了，我现在送你回家。我想吐。忍着。你让我下车。啊！干嘛？热死我了，难受。我想喝水。还要吗？我想我妈了，我想我回家了，我想回家。冯少爷，小姐怎么了？她喝醉了。我从没见过小姐喝这么多，是你没照顾好她。生倒霉！怎么了？我不，你走开！我不要你帮忙。那我回去了。我不会。你是要在里面游一天吗？抓紧我！你没事吧？叶文哥，你是故意的吧？不是我。抱紧我的脖子，我小心。又是公主抱，作者你为什么又要拿这种狗血俗套的剧情来折磨？不过，之前怎么没发现，他还有点小帅呢？别盯着我看。哦，轻点，轻点。我可没碰你啊！我说了让你轻一点嘛！我故意的，你给我道歉，道歉，道歉！你要再乱动，会更痛。哟，您回来了，辛苦了哟。我已经把你的外公安全送回家了。不过他来这一趟挺不划算的，冰可乐没喝上，倒是一直听你在告我的状。这说明我超可爱，外公只要看到我就够满足了呀。你卡上欠的钱我已经帮你还清了。这么好，看来你的表现配得上我为你特制的绿色液，尝尝吧。啊，又毒不死你。是我太唐突了。哦，对了，陈先生，您知不知道？就先不跟您说，我先挂了。你要和陈月一起去啊？这是我的事儿，用得着你管吗？好。
吃醋啦？没有，原来你也喜欢这种热闹的场合。你这人还真是双标啊，跟你去就不是抛头露面，跟别人去就是啊，没气。你刚试的那几身都不太好，专业的事儿你得问专业的人。臭裁缝一个，拽什么拽？什么臭裁缝？我是高级定制服装设计师。那不还是裁缝吗？我穿的这些都是知名设计师定制款，你懂什么？你就是人傻钱多，纱面蕾丝要慎用，最好的材质还是缎面和一些精纺的材质，颜色要以低饱和度为主，高饱和度局部作为一些点缀就可以了。这套算是得到我这个高级定制服装设计师的认可，你去准备准备吧，我要去开车。谁说要跟你个臭裁缝一起去？拜拜。他还是搞不懂高定设计师和裁缝的区别，愚蠢。叶小姐，您是有什么忙需要我帮吗？怎么是你啊？谁需要你帮忙？甜甜圈，我来了。好巧，你也饿了。哎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，你刚才是不是故意让我在台上出丑？狗咬吕洞宾，不知好人心。我难得想帮你一下，那幅画是你妈妈的收藏，你妈妈因为生意上遇到问题才不得已卖给了李云生，本想在台上为你妈妈出口气，没想到这些事你都不知道。那是我误会你了。嗯。那就当赔罪了。吃你。嗯。那我原谅你了。既然我给你提供了一个这么重要的信息，又帮了你这么大一个忙，那今天你是不是得给我喂饱啊？啊！啊！大家好，大家好！表哥，什么表哥不表哥的？你怎么来了？我听到你在信托晚宴说的话了，没想到你还有这样一面。但是爽归爽，那可是李先生的主场。哎呀，之前没发现吗？你还挺关注啊。我没有，只是看个热闹。哦，你没有？哎，没有你躲什么呀你？风沐晨，你不好意思呢就直说。你说你都这么大个男人了，还有什么好害羞的吗？我没有。你就有，你就有。我没有。就有，就有，你就有。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竟然拐弯了，牛顿都解释不了吧？怎么样，没被吓到吧？嗯。我安排车来接你，你回家休息去。不是我还能有谁？给我看着他，是你怎么了？一打一，你能干过我们呢？我不是来和你打架的，我是来加入你的。加入？哎，跟谁俩呢？想想看，你们绑架夜晚哥对我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如果他消失了，
那夜市的股份就是我的，到时候你还有你也分一份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再说了，打听打听这个人的名声，我为什么要救他，是吧？好啊，你个风木尘，你居然是这种人！大哥，你松手！我就知道你跟我结婚没安好心，我瞎了狗眼才看上你。是我瞎了眼才看上了你。我瞎。对，是你瞎。对，我瞎。你瞎，你瞎，对，就是你瞎，就是你瞎，就是你瞎。行了，就是你瞎，吵什么呀？别吵了，闭嘴！他骂我干嘛？就是啊。你这个狗男人，表面上是我老公，实际上不顾自己老婆的死活，着急忙慌赶过来，居然是为了看热闹。离婚，必须离婚！我现在就去民政局。让开！他居然要跟我离婚！两位大哥，你们帮我评评理，你也有家室，你也有老婆，有见过这么粗粗无礼的女人吗？绝对没有，绝对没有啊！对啊，男人的痛，男人的苦，只有男人才能懂，男人得有尊严，不能这样。对、啊，我去找他再评评理。评评理，找回男人的尊严。加油！奇怪，我明明把定位只发给了陈烨，为什么风木尘先赶来了？难道说，你才是真正的男主？男主什么意思？哦，我说你背我走了这么久，累了吧？要不我自己下来走。你腿都伤成这样了，还没穿鞋，你怎么那么倔啊？我一直都这样。现在有我在了。啊？现在有我在背你了，你就别想那么多了。云生实在是太过分，居然敢报复！不行，我要报警，我要找警察，我……哎，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你都受伤了，别再伤到自己了啊！那怎么办？难道我要忍气吞声啊？不用忍了，有我在。我要掉下去。违约第一招，让对方和你发生肢体接触。树都不看，搞什么？不要慌，这都能稳住？是我不够吸引吗？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。多弄什么呢？不要看，不要看，不要看，不要看！我得赶紧走了。什么妖孽啊！哥哥，我要，我又掉了，你帮我捡嘛。云逸，你去哪儿了？该出现的时候不出现。你自己捡，你自己吐。真当自己是唐僧，老娘都出卖色相，是瞧不起我。违约第二招，让对方打听你的隐私。喂，人家心情不好，明天想要见见你吗？他在给谁打电话呀？一见钟情，命中注定，见色起意，怦然心动，还不足够形容我们的关系吗？我今天就想你带我去吃好吃的嘛，我想吃火锅、烤肉、甜甜圈，还有冰淇淋。最重要的是，人家想你了吗？那我们明天见了，哥哥。像庄园啊！我出去了。哎，你不能喝。这酒还挺辣，在家喝什么酒啊你？放松的一种方式。
你站住！我问你，你为什么不问我在跟谁打电话？那是你的隐私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不关心我。我为什么要关心你？我可是你老婆。我不管，你骗人，口是心非你。哎，你头顶这两根呆毛，还挺可爱的嘛。你长大把你还给他，我还有娘家。我最近比较忙，没时间。好的，再见。等一下，我有没有资格参加？你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学渣。哦。哎，那我怎么样才能参加？你这辈子是没什么办法了。哦，这人怎么忽冷忽热的？当然是你不对劲，你这刷牙就挤这么点牙膏，你以前的男朋友都不给你买牙膏的呀？就挤这一点点？我没交过男朋友啊。看来他真的忘记我了。你先用吧，你用这个牙膏还挺好的，它不会像之前挤的歪七扭八了，你继续保持啊。你怎么突然说话这么像我妈呀？像你妈？如果你认我当你爸爸，我还是很乐意答应的。占我便宜啊你！喂，这可是我屋。你屋就是我屋，你的卫生间我当然能用了。你没事吧？我可没碰你，你别碰瓷儿哦。我有心脏病吗？我怎么知道？难道是我的身体还没有适应？嘟囔什么呢？有病看医生，别在这磨叽。暂时不用。这傅慕辰现在怎么更像发布任务的系统人物了呢？好吧，那我听你的。你先看看这些吧，我刚好带了一些资料给你。等一下，不准看。老公太爱我了，怎么？闭嘴。那这个，你能看到小说？怎么屏幕都是空白啊？看不到才对。果然，小说的纸片人不能窥探自己的剧情。他来了，难道说的是风木尘？谁说我啊？切，还有 VIP， 姐姐有的是钱，不差你这点。什么？你在干嘛？没什么，你先回去吧，我要开始学习了。那我走了。然后去吧。我真走了。走吧。拜拜。啊！风木尘，你变态！你洗澡怎么不拉帘？这是我家，这层楼呢只有我和你，我为什么要拉帘啊？就你那点胸肌，还想勾引我？你还是醒醒吧你！
你想看我还不给你看呢，你这小脑袋瓜天天想什么呢？没什么。怎么没有马赛克？你干嘛？所以你刚刚想对我说什么？我想说我有超能力，你给我的那些书我可以一目十行共博，你信吗？我信啊，特别好。是，那我接着去泡澡了。嗯。哎，这不是我头巾吗？谁让你戴？电话。小哥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会还你个公道的。就是想抱抱你。把手给我。哦，你有毒吗？走吧。车在那边呢。我知道，陪我散散步。好吧。以后累了，你要告诉我。好，有什么烦心事儿，你也要告诉我。知道了。不许藏在心里，饿了也得告诉我。你最近怎么这么啰嗦？反正什么都得告诉我，听到了吗？好了好了，什么都告诉你。让开！就在这儿。脚和跟选的泳衣吧，我用心挑选的，你怎么不出来呢？啊、哎？哎呀，别害羞啊！来，出来给你看看效果。这粉红色呢，代表了青春与活力；蓝色呢，跟蓝天还有大海是相互呼应的，多好看！这个泳衣啊，可以防晒、防海蜇，最关键的是防色。防你个头！你故意的吧？丑死了，我才不要穿呢！哎，不丑，你。这才是女孩子应该穿的泳衣嘛。你这个衣服真的是不防晒，下水还有可能被海蜇蛰。那边还有男的在看你。关你屁事。生命在于运动。别吃了。我不想去。不行。哎呦，我怕水。有我在，你怕什么？走吧。你放我下来，放我下不下？太深了，太深了，风筝。你别再乱动了，你这样的话我可能有点控制不住。风筝，臭流氓。啊！你有东西！不是说我臭流氓吗？是你自己主动抱上来的。那你刚刚说什么？控制不住。我说的是这个底下的沙子，你老动的话，我就控制不住平衡了。我说的也是沙子，你放下。
那我们再试一试。你看大海。哇！好美啊！喜欢吗？喜欢。喜欢吗？喜欢。风尘，你的眼睛里像有小星星。仅仅现在不能，以后也不能，你能接受吗？不能。这又没人。我是说，如果出于一些原因我不能爱上你，你能接受吗？为什么突然这么说呀？还不是因为最近你对我太好了，我想跟你说清楚。就是因为这个吗？对啊。风沐尘对我也太好了吧？我该怎么样报答他的恩情呢？难道我要以身相许吗？应该对每个人都这样吧？你是不是想多了？哦，原来他不是因为喜欢我才对我好的。你希望我喜欢你？没有啊，我才不要。笑什么笑？很好笑吗？把水喝了吧。不听话。你怎么了？傻乐什么？啊，还流口水了呢？有吗？啊，饿了。那等会儿带你去吃好吃的去。啊。风尘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怎么晕倒了？还不是因为你啊。关我屁事儿。我就是因为帮你卖烧烤，我饿了一天没吃饭，所以才饿晕的。好吧，你输的什么呀？想你的365夜。你生病还这么贫啊你？对了，你是怎么知道路上有人要害我？我就是突
突然想到的，灵光乍现，灵机一动，琳琅满，哎，我来电话了。你骗人，电话都没亮。哦，来电话了。云姨，怎么了？老大，你见到叶小姐了吗？见到了，我让你准备的东西你布置的怎么样了？你就放心好了，我办事你放心。好。布置什么东西啊？哎，就是公司里的一些事情。我现在突然好渴，你要不要帮我去买一杯冰镇的无糖可乐？你要求还不少吗？遵命，风总。我对花粉不过敏。我知道，我刚才故意说的。哇，这些你不知道？是啊，我就是随便弄了弄。不过这夕阳是我准备的。哇，你怎么知道我喜欢桔梗花？我当然知道了。难道小说里的夜晚歌也喜欢？你知道这朵花的花语是什么意思吗？真诚不变的爱。小哥，我知道你有你的顾虑，但是没关系，我只是想把我的心里话明明白白地告诉你。如果说生活像这片大海，那你就是一艘小船，你有你自己想要去的地方，而我愿意做你脚下的栈桥，等着你的归来。小哥，外公肯定在某个地方暗中保护着你。嗯。再说了，我不是还在你身边吗？我给你看个东西吧。不许哭了。做好准备。你能看到小说？所以我都明白，小哥。我向你保证，我们并不是只能听天由命。所以，好好生活下去。不能哭了。笑一个。不会真有什么事儿吧？你别吓我呀。风木尘，你快醒醒，快醒醒。你有毒吗？你知不知道？装的，你就这样陪我躺一会儿吧。小姐，试试人工呼吸。我没有。老大，怎么了？你要我脚了。老大，我给我看一下。哎呀，这个怎么办呀？这下辈子只能坐轮椅了。老大，我看一下，怎么了？啊！怎么
么回事啊？张医生，哎，张医生，怎么回事？我看一眼，怎么回事啊？这疼不疼？嗯，老婆大人，以后只能麻烦你来照顾我了，我要亲亲抱抱。大郎，喝药啦？喂我啊！你蹬鼻子上脸哦！我自己来，老婆息怒。嗯，风木尘，嗯，你就没什么想向我坦白的吗？我倒是想说，就是不知道从何说起。那你是哪里人？我是你心上人。我说正经的呢，你是哪人？又被限制了。这样，你打字，打字。被限制了。我事先跟你声明一下，我可不接受异地恋的。你喜欢喝牛肉汤、吃土豆片，还有油酥烧饼，呀，老香啊！看把我媳妇馋的，等我出去了，我这都给你点上，让你吃个够。嗯，你说的这些都不行，我现在就想回家搞一碗干面皮。媳妇要是不嫌弃的话，我来亲自给你干，汗水夹杂着我对你的爱。别贫了你，真是。怎么了？早上爸爸来电话了，让我去公司上班。看来剧情正在推进。正好，我准备了个东西给你。别吃了，我带你去看看。走。什么呀？哎呦！哎呦！你别装了好吗？没有，没装，真的。我是不是表现得很不错？等到这一次方案通过，我就可以向风总下订单了。非常不错。那这样岂不是咱们就成了自产自销的夫妻店了？谁跟你夫妻店啊？我只想做你的甲方。你等我一下，我去一趟服装间。等一下。啊。这个呢是小峰的会议笔记。啊。我在你心里这么胖吗？哪里胖了？这是美丽可爱，你自己看。小哥。吃一个小番茄签吗？洗干净净哦，超甜甜的。嗯，他怎么了？吃别管啊，吃一个小海苔，吃一个棉花糖吧，喝一个小咖啡，还有巴黎小水水哦。嗯，你有毒吧你？神经！你有病吧你？老婆大人，累不累呀？还行吧。这么着急去哪儿啊？今天的直播很成功，但还是有很多问题，我要赶紧回去复盘一下。哦，对了，新的设计图纸出来了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请按时回去工作。老婆大人，现在可是下班时间，这生活跟工作是不是得分开啊？可我这次真的很想做好，还有很多东西我得恶补。嗯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什么？不错嘛，画工有进步。喜欢吗？喜欢。那我先回去工作了啊。要我陪你吗？不要。老婆大人，请喝我为你准备。不喝，不喝。老婆大人，请过目。我没空看。这可是我专门为你定制的一份日程表。哦。
这是什么鬼？这是个乌龟吧？风木尘，你是个学霸吧？怎么样？这个大脑 SPA 是什么？我来给你展示一下。大脑 SPA， 顾名思义，就是让你的大脑得到一个放松。第一步，这样。第二步，这样。感受到了吗？滚，无聊。那我就走了。还是怪可爱的嘛。不错，这个也不错。哦，给我。就这些吧。哎，我身上这个好像有点大。嗯，我看看。嗯。确实啊，你这个衣服需要调整的地方比较多。像这个肩宽，哎，腰围也得改小一点，改完之后才好看。好熟悉的感觉。你是不是想起来什么了？你干嘛突然这么问我？可能是这个小说里的夜晚哥比较有钱，以前经常享受这种量身定做的待遇。原来他还是没记起来。亲爱的，是想你了吗？你爸爸头上现在可是一片草青青，大草原绿油油。我还以为他家的物价就会老实一些，没想到啊，没想到。哎，快点收起，快快快快！给。忙活一场也不算，好歹学到了点儿。学到什么？你干嘛你？风木尘，我有大事要宣布。方木尘，哎，什么大事儿啊？怎么叫你半天才下来？我跟你说，Mr. Jackson 今天来公司了。哦，那挺好的呀。他不是说下周回来吗？哎呦，大佬的心思谁知道呢？可能是临时有别的安排吧。可惜今天没跟他约上。哎，明天你有空吗？跟我一起去公司。我明天工作会很忙，可能没空。
这么忙，最近经常看不见你。对，公司现在有很多事情，比较的繁多，比较杂。你怎么一脑袋汗？啊，有吗？我刚刚在楼上健身，平板支撑什么的，我现在能坚持十分钟。方慕辰从来不碰这个。我先上去洗个澡，我洗澡水都放好了。站住！我现在这么臭，你还想闻？等我洗香香，洗香香之后，我让你好好闻一闻，等我。你说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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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说说说话，我怎么拍呀？我就知道你还没睡，喝杯牛奶助助眠吧。风尘，公司给我安排了一个 vlog 的拍摄任务，主题是千金的一天。我和陆婉清一起拍，你说我这个假千金会不会露馅儿？我给你看。真假千金大对决。想想啊，这有什么可担心的，你就按我说的来拍，来场办公室女总裁戏，上演一出霸道女总裁如何对付拦路下属的戏码。 pass， 这不是商战，再来一场枪战戏，豪门姐妹两人互相厮杀，绝对是爆点。 pass， 这不是枪战，那就来一场时装戏，前所未有的办公戏时装秀，保证迅速占据舆论中心。哦， pass， 我又不是专业模特。风慕辰，你想的都是什么馊主意？你给我下来，想不到好的方案，没资格上床。我觉得吧，你就怎么土豪怎么做作怎么来就行。为什么？哎，因为现在的普通人很难想象豪门的生活，从传播学来说，这样可以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啊。太好了，没想到我人气居然这么高。哎，真是服了你了，一大早上你还真记得这个事儿。我还不是好奇这个真假千金大 PK 到底是什么意思吗？原来说的是陆婉晴，看来女主力的是美强惨人设，再来一番绝地反击就结束了。可惜沈令珠病了，被送进医院了。病了？云逸打听到了，那个孩子不是叶淑媛的。你妈妈的案子可能还得再等等了。真是意料之中的狗血，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？喂，有空有空的，那明天见，拜拜。 Mr. Jackson， 他约我明天上午在家里见面，完成代持股票的交接，看来一切真的要结束了。 Mr. Jackson， 哎，凤城，明天你应该没事吧？那是不是可以跟我一起见 Mr. Jackson？ 我明天可以陪你。哎呀，这么一大笔股票，那得多少钱啊？你说我要不要变现挥霍挥霍再走？毕竟我这辈子都可能赚不到这么多钱。好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出去一趟。你去吧，本王再好好规划一下。喂喂他。来，任泽，吃。你们是谁啊？干嘛呢？这儿
小风筒。啊，美女。我你们我们带你去个好地方。哎呀。风。玩得挺开心啊，要不要一起玩啊？你可算来了，钱带了吗？我呵呵，哪儿来的钱啊？我来呢，就是想告诉各位，我没钱。你们要是想要风木尘，这玩意儿给你们助助兴。别听他胡说八道啊！我侄子好歹是风氏总裁，哪个姑娘不喜欢？哎呦，不信的话你们可以打听打听，现在的风木尘就是一吃软饭的。本小姐图什么？嗯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们小姐才不当接盘侠。哼，哎，别这么说，我们老大怎么样也算是软饭硬吃的呀，对吧，老大？还是你总结的到位，火星那边刚好缺个职位，你去吧。这饭，我还吃定了。哎，你们看，他自己都承认了，不过就他这德行，也配吃软饭？真是有其叔必有其侄，封家的人没口不是坏，你还看热闹，赶紧溜吧！别打，别打！撤撤撤！打他们，钱在他们身上！哎哎，快追呀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哎，别抱了，别抱了，我抱不动了。你昨天晚上到底去哪儿了吗？啊，是不是跑太快了不舒服？要不要喝水？没事，我回去休息休息就行了。哎，老大，哎，风尘，你人快快打120叫救护车！怎么回事？风木尘，你吓我了！风木尘，啊啊！我们还没上车呢。哎，小姐。风木尘，你挺会玩啊，打120去喝酒，我现在送你去坟头蹦迪，你给我下来！我下来！我怎么动不了了？我跟你说话呢。不知道死在书里会有什么后果。风木尘。陆婉晴，小姐，回来！你俩当面绿我呀你！哎，我没有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个屁！小姐，你回来！哎呦，危险！你别出来！你在里面待着，我给你解释，我给你解释啊！解释！小哥，你是这样的人，你们小姐，你别了！你敢动我妹？你给我下来！小姐，你给我追，给我撞死他们！小姐，你回来点，这太危险了。爸，你要不要再给我一次机会？我爱的人其实是婉。静，你先等等，我也有些话要对婉晴说。婉晴，婉晴，你还来劲了是吧你？婉晴，我是真的想帮你，真的很喜欢你。你不要再去酒吧买醉了，好不好？陈烨，我也
还喜欢你。终于结束了。咱俩也要结束。别，小哥，小哥，你得理解我。我理解。啊、学聪明了吗？毕竟一表人才嘞。念出来吧。同居合同最新版一，今后避免和异性单独相处，包括不限于斗地主、去酒吧等。二，钱财全部上交给夜晚哥。三，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能隐瞒夜晚哥。十一，有时间男方要给女方按摩，因为大家经常吵架都很辛苦，男方手艺不好的话可以跟盲人师傅学。严禁和发廊女学。签吧。啊，面膜到时间了。作为补偿，也作为我对你的承诺，就让我们今晚一起打破键盘的魔咒，然后偷个塔，好不好？偷你个大头鬼你！不行。作战，哎，你看，肯定是明天婚纱展览的活动，陈烨要向陆婉晴求婚，看来我们到大结局的日子指日可待了。哎呀，既然都要结束了，不如明天咱们约个会吧，正好当做我对你的补偿。好啊。看来我必须要为作者先下手了。风哥哥也吃一点吗？啊，你叫我什么？不然叫什么？风老公吗？吃点米饭吧。哎呦，这儿的饭太难吃了，我们出去吃嘛。要不再等等，医生还没来呢，看看情况。哎，不等了，我这不挺好的吗？你看，好着呢。那你把这身衣服换上。这是哪个大妈的衣服啊？你演员，我那些高低你都没给我带来吗？我。风哥哥，我们出去买嘛，我好久没逛街了。好，那我把包拿上，你去把衣服换了，然后看看去哪个商城。什么时候买的项链？丑死我！都给我弄出颈纹来了。项链不能乱丢，给。人家要哥哥买新的嘛。喜欢什么我都给你买。医生说没说你为什么晕倒？你脑袋是不是不好用了？你先是拒绝了这个风沐晨的求婚，然后又在这儿买买买。等一下。啊！我拒绝了风哥哥的求婚，没错啊，你忘了？怎么会呢？你让开，风哥哥，人家怎么会拒绝？还没睡啊？我做噩梦了，梦里所有人都不理我，你也不喜欢我。风沐晨，你可别上当，他不是我，我在这儿呢。怎么会不喜欢你呢？幸好是梦，现在没事了，你早点休息吧，我也回去睡了。哎。
小哥，要不你今晚就睡我这儿，我担心你等会儿还会做噩梦。还是不了，风沐尘，你是不是想趁机占我便宜啊？我才不要。好好好，我怎么会占你便宜呢？你呀，就陪我在这儿聊会儿天儿。嗯，等你困了的话，我再给你送回去，好不好？好呀。那就一会儿哦，不准越线。这样看来，他确实是我的小哥呀。好你个白莲花，你居然模仿我的表情，还有我的动作。好，风尘，你不越线。风尘，你是眼瞎？风哥哥，风哥哥，今天太阳好大，我好热热。啊！救我，风哥哥，好冰冰啊！风哥哥是不是也热？我给你冰冰。不热，不热，不热。风哥哥力气好大呀！哦，哦，风哥哥，我们去那边凉快一下。小哥，我在这儿呢，风不成。你在哪儿啊，小哥？小哥，你在哪儿？夜晚哥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夜晚哥，我不会被迷惑的，我知道现在的你不是你。我就知道你一定能认出来的，可现在怎么办？我好害怕。我不知道你是在意识空间里还是在什么地方，你还记得我常对你说的话吗？你在身边和在你身边才是最美好的日子。我也是为了找你才来这个世界的呀，快回来吧。是你？你认识我？不认识，我可能是记错人了。没关系，我刚好要看这本书。同学，抱歉。令我怦然心动的女生，今天就在咱们会场。但他现在还不知道，所以说这是暗恋。是的，啊，令我怦然心动的瞬间有很多很多，比如说他在投喂流浪猫时自言自语可爱的模样，还有认真工作的时候那种专注的样子，以及踩在梯子上小心翼翼整理书籍笨拙的样子。谢谢大家，这些就是我的分享，谢谢大家。同学，我要还书。我现在是一转身就能看见你。上我的车吧，坐我身后的女孩。抱紧我。走了。
是我已经叫了拼车了。取消吧，我要接你回家，我爸妈想见你。现在吗？我还要上班呢。他们已经跟你的领导请完假了，主要他们中午就要坐飞机出国了，所以临走之前啊，想看看你。跟领导请假很影响我工作，你以后还是不要再替我做决定了。我没有替你做决定啊，只是没有提前告诉你罢了。而且我是你男朋友啊。男朋友也不行，就算是老公也没有这个权利。我觉得你今天的妆容有些不太好看，我有点不喜欢，挑的化妆品吧。是吗？嗯，前种不太好挑吧。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？嗯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化妆品适合这位女士的，或者她喜欢的，可以跟您交流一下，我们都买。好的，稍等。风哥哥，你对人家真好。人家想让你给我画吗？我也想娶安琪美。听说最近流行丰唇，好了，效果真的还挺好。要不然我给你修个眉毛吧。我还听说最近好像流行断眉，要不要试一试？哎呦，我自己来吧，风哥哥。既然你不想试了，那我可就去结账了。嗯，哥哥你对我最好了。算消停。让我紧陪我走下去的坚定，拥抱你不期而遇的注定，才发觉你守护的那些曾经，就是幸福好久不见不负的原因。风尘，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我的心跳被窃听，每天堆积的关系是平庸剧情里意外的伏笔，我奔赴的结局一定要有你，你说的约定也要被铭刻在和我有关的故事里。你降临在我清晰的梦境，穿越时间的平行，也要握紧陪我走下去的坚定，拥抱你不期而遇的注定，才发觉你守护的那些曾经，就是幸福不被辜负的原因。清晰的梦境，穿越时间的平小笨蛋。我还以为你会被那个夜晚割皮。怎么会？每一次遇见你都是怦然心动的瞬间。这里能感觉到，他不会骗你的。能跟你待在一起，真的好开心。我也很开心。相信我，我们一定会像美涵还有润泽一样，永远不会分离。我相信。
今天可以不走吗？你安心睡吧，我陪你。在海边的告白是你想的呢，还是作者写的呀？是不告诉你。你今天有没有记起来什么？但我最近觉得你很熟悉，好像曾经认识过似的，但我又实在想不起来你是谁。真的想不起来也没关系，你可以重新慢慢的开始认识我，就像我认识你一样。我知道你喜欢吃家乡的擀面皮，知道你走路喜欢走左边，知道你喜欢泡在图书馆，喜欢在图书馆里偷偷看情侣们的小日常。你怎么知道这么多？你到底是谁啊？我最近老能想起一个模糊的身影，每次那个身影一出现，我就会头疼，胸口也疼。风尘，你到底是谁？小哥，实在想不起来，就别想了。我会一直在这儿陪着你的。谢谢你，老婆大人。哇，你自己做的呀？样子不是特别的好，但是味道应该还不错。我来尝尝。好吃。你来一口。那你还要去吃川菜？因为你喜欢。没想到你这个家庭妇男当得还挺适应嘛。辣吗？不辣呀。看来刺激还不够。这是我能找到的所有辣椒酱了。辣吗？不辣呀。你也试试。是不是特别香？味觉出了问题了吧？辣鸡。我生气了。需要哄的那种吗？怪可爱的嘛，吃个软饭还这么理直气壮，风总果然不一般呢。你不就喜欢这个样子吗？自恋。我要工作了。傻瓜，说什么傻话呢？不管发生什么，还有我陪在你身边啊。而且我总觉得我们俩似曾相识。小哥，有些答案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。那我告诉你我的答案，不管是在这里还是出去以后，
我都愿意无条件相信你。从你冒着雨回来找我，从你假扮成 Mr. Jackson 来帮我，不管你是谁，你的心意我都看得到。夜晚歌，你自己看看吧。我们夜市的员工离职，轮不着你这个外人来插手吧？是爸的意思。哼，我说他怎么愿意把董事长的位置给我，原来是早有准备。不知道。你应该清楚，这些高层可是自愿离开的呀。哼，我看你才要搞清楚吧。我生气的不是他们，是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。这些人留给你就是大材小用，浪费才华。你什么意思？你羞辱我？我可没有羞辱你啊，我只是实话实说罢了。再说了，这些人为什么跟着爸呀？你有没有反思反思自己的原因？笑死我了。风尘，你们风家都破产了，你现在吃着我的用着我的，你这个软饭男有什么资格？叶晚哥，我早就受够你了，咱们之间的婚姻随时可以离。好啊，这婚我早就想离了，但我不签。嗨，没关系，不管你签不签，他们只能申请劳动仲裁了。你风尘，我跟你姐。姐姐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对姐夫呢？哼，我们夫妻俩的事儿，用不着你来管吧。我只是看不下去了。风沐尘，你现在后悔了吧？你说你当初要是嫁给我，就没有这种困扰了。悔不当初啊！切，你撒泡尿照照自己吧。就算他没遇见我，也不可能会看上你的。夜晚哥，今天当着这么多人，我就要揭穿你，当初就是你给我下药骗我上床，还假怀孕。你给我闭嘴！你这个泼妇，等着吧，看看他的真面目。陆婉晴，你们，我现在回头还来得及吗？来得挺及时啊，叶小姐，走吧。取证还需要时间啊，不过很快了。可惜妈妈的案子还没找到充分的证据指证她。叶淑渊啊，她肯定会受到法律制裁的。我觉得你现在应该想一想，在这里还有什么是你想做的？哎，那你还有什么想做的呀？哎，当然是陪我的小哥喽。哎，咱们走吧。过来。干嘛？你的小香肩只有我能看。哎呦，别拼了，走啦。走。真的不用去医院吗？我看这边淤青很深啊。没事儿，小伤。疼不疼？不疼。哎，药还没涂完呢。你就这样坐在这里涂。
害羞了。干嘛？你别动。明明是你自己在胡思乱想，看，你这小手抖的。我不给你擦了，事儿真多你。我这可是为你受的伤，你得对我负责。我怎么负责？对不起，刚刚我来晚了。还说呢，我都担心死了，他万一真对你下手怎么办？那总比对你下手好吧？你看他们现在这么幸福，全都是我的功劳，是我的助攻。也有我的一份。你那一份是扇我的三个巴掌吧？你还不是因为我喜欢你？我也喜欢你。哇，这才是男女主该有的样子吗？太浪漫了吧。还有配乐，现在的网文都自带伴奏吗？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大团圆结局？是最深情的藏匿，马上就要大结局了，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来一个大团圆结局？每件对齐的关系，你说万一我回去了，有没有可能我就不记得你了？不会。你那么自信，以后你每天晚上睡前最后看到的一个人会是我，早上醒来第一个看见的人也会是我。等等，都要到大结局了，咱俩都要回到现实世界了。这一次我主动，你不准动。看来我不应该来。你现在才知道，太晚了吧？留下点回忆行不行？我不要回忆，要的话留下你的人。这样只能得到我的肉体，得不到我的灵魂。我已经有爱人了，我们不可能有结果。你让我走吧。好，我让你走，但临走之前你要亲我一下。哦，哎，亲呀你，还磨叽什么？亲，安静点。亲。我再怎么说也是个白马王子，你叫我亲我就亲，我的形象不是全毁了？你说谎，你不敢亲我，因为你喜欢我。我告诉你，如果这次你拒绝了我，你会后悔一辈子的。后悔我也不会亲的，我们不适合。我知道你心里念着他，但你也说过我长得像他。任何人都代替不了他，只能怪相逢恨晚，造化弄人了。这一次换我来救你。这叫音乐的小弟，是最深情的藏匿。我的心跳被接听，每件对齐的关系，是平庸剧情里意外的伏笔。我说过了，不用追我，白费力气。一定要有你，你说的约定，好啊，要被铭刻在和我有关的故事里。你降临在我清晰的梦境，穿越时间的平行，也要握紧陪我走下去的。这是我还你的，看来你不记得我，我走了。
就知道。我这辈子都不会走。风尘，你再敢骗我，我怕我真的会忘了。如果哪天真的这样，你也一定要等着我。我无论如何都会想起来，因为你是我的。你说的约定也要被铭刻在和我有关的故事里。二位成为第一对通过端脑系统实现身体和精神双向治愈的情侣，恭喜！谢谢啊，谢谢，太好了。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什么？你能不能长期接手监管我呀？我干嘛要长期接手监管你？因为这样我就不用出去危害社会了。讨厌你。真好，一切都这么美好。我最爱的人和爱我的人都在身边。今天的夜色很美，所以我要把所有的星星还有光都给你。你来了，我世界的光彩也就都来了。所以从今以后，我要把这世界上所有的美好全部都给你。我想要谱写属于我和你自己的故事。把眼睛闭上。给。这些是我的全部。我想把我的全部还有我都全部给你。小哥，咱们俩一起经历了这么多，也该到你娶我的时候了吧。你在我清晰的梦境，穿越时间的平行，也要握紧陪我走下去的坚定。起来吧，风娘子。不期而遇的注定。好的，叶公子。你守护的乡亲父老们，此处应有掌声。你在身边，在你身边才是最好的日子。你降临在我清晰的梦境，穿越时间的平行，也要握紧陪我走下去的坚定。